go， 看看今天有什么收获。走，快看快看，发现了一个海五星。哇，海五星在吃蛤蜊，它就是红了，这个已经被吃掉了。海五星就是抱着蛤蜊，然后收紧收紧，把蛤蜊给吃掉。我们把它收了啊，这个煮熟了，很好吃的。快看快看，发现了一个大鲍鱼。哇，吸得好紧啊。哇，好大的肉啊。今天晚上我们要做一个鲍鱼汤，鲍鱼也叫九孔螺。哇，我们把它收了啊，好漂亮。哪里跑哪里跑，哎，发现了一个正在握沙的鬼面蟹。哇，还又叫虎头蟹，看你哪里跑哪里跑。哇，好漂亮呀、啊！我们把它收了啊，收了。来看，来看，又发现了一个漂亮的海螺。哦，太漂亮了！我们把它送给看我视频的老铁啊。哇，这个壳，我们带回去，很漂亮啊，收了。哎，发现了一个小可爱。嗯，跑呀，跑呀。哇、哦，一发财蟹。哇、哦，发财蟹，这个很好吃的、哦，我们把它收了。哎呦，好，收了收了啊，回去呛一下，特别的香。